车本是同一件，台南来时各自飞，一心顾翁顾囝就行。为着要替天明担罪，决心要将打出血囡仔来寄托给天明，替天明等于坐牢受死罪。想袂到，枭雄的杨天明为着丢家这门亲情，无惜一切杀妻害子，将朱明月破肠开腹，查出伊伫赵庆了的秘密，来搭到这条富贵。为着要脱罪，杨天明更加懦弱，将喜玉毒成下狗，将所有的罪过拢抹在喜玉的身上。罗阿刚的同弟林斌断定喜玉杀亲害命，下令五更天明将喜玉斩首示众。上苍有好生之德，行刑当日，罗阿刚是乌天暗地，过未天，到未半，天过人工高天，天也是未光。做杀心虚的天明，为着要脱罪，无论安怎，一定爱让喜玉死。是十岁九岁歹，这连一个七岁囡仔就伫咧杀，这嘛是大人的贪念深腹内，这个家己的亲生囝嘛伫害。台湾人为什么这无奈？是伫咧台湾的清朝时代，不管发生伫台湾的任何所在，你若犯着官司，迄你就稳当害。囡仔囝本来是有未来。也毋过，迄阵啊，无受到儿童的保护法，迄就真悲哀。杨天明歹心毒刑，杀妻害子，用母子两条命来做贴卡，可以当顺利坐上有王有婆驸马爷的宝座。请新姑爷、甲老爷、甲夫人敬茶。慢请，先将你的八字交出来給我，好不？应该。这块背景，将高爷的八字底点的红格倒卡，是。将你的八字底点的阮赵家公妈的八仙倒卡，一来希望招你入门，会当为阮赵家建倒卡，也通让庆瑶早日开枝散叶。从今以后，大家拢是共一家人，希望你就抓这世人小母子，绝对袂用的反背。是，我杨天佑日后绝对唔敢反背庆瑶，也若无这，我着头不见天，脚不打地，心吊半空，死无葬身之地。好，即马这抓，公妈有看到，祖先有听到。希望你爱会记的。我跟你讲，你爱会记真，也若无丢个公妈头前抓你。唔使。哼，是，小婿谨记在心。安尼就好，安尼就好，咱继续定定地啦。家在这辈潘官官，前景定稳，后定人。啊，这杯甜茶，恁就赶紧啉，啊，明年头好赚金出啦。来，送入洞房。
支过了又一支，有公公，有公公，红色摇摇剑指，我阮爸。三更半夜才来阮家，伊是来找阮阿爹。恁阿爹？恁阿爹是啥？阮囝因阿爹，就是你的翁。这是阮阿，那安尼你是啥？我是阿爹的好，是阮阿。你讲你是因阿爸的某，因阿爸是阮阿，那安尼意思，你是讲我像恁阿？我听你伫咧乌白讲。哦，我想起来。原来阁是你这个狗屎囡仔！我问你，我到底倒位啊得势？下摆我若生气，你就是走来乱，你真正是欠打！我无路啊，我是到阿娘来找阿爹的。我跟你讲哦，再无恁阿爹，恁两个上好紧走。那么我给你上保险班。
做。你别动啊！李湘，李湘，你们俩是你，不是我。你们俩是你，不是我。因为你啊，我，我你怎么是在讲啥啦？来啦，起来啦，起来啦！有啥物话讲个清楚啦？你别吓我！你们俩是你，是你，不是我。哎，庆阳，庆阳。我那母仔死了有人性，这一定是去阎罗王遐领兵要来甲掠，煞去惊到赵家的大小姐。这个赵庆瑶听甲咩咩叫，搁大细声。杨天明看到叫来两个新主牌啊，彩正正，一个是因某，一个是因囝，明明写去两个人名，看伊偌恶，即嘛嘛会惊。伊知影这是因某仔要来甲讨命。自从天明甲庆瑶成亲迄阵开始，赵家的门口口每阵拢会出现一顶白色的鬼仔旗，三更来，五更走。这个时阵的罗家港，应讲是谣言四起。当初是要招迄个信仰入门的时阵吼，迄、那个囡仔出面阻止，我就感觉其中一定有问题啊，而且哦。火烧嘴工，我搁亲目睭看迄个姓杨的啊，第四一个囡仔呢？较细声，千万唔通我咧查某听到，也若无，伊会想讲咱咧讲野营啊话，到时合我都有代志。咱若无爱等这时阵，带个臭小脚赶出赵家，也毋是时阵。毋是时阵，要不等当时啊？等着庆瑶起笑。起笑？好啊，你们还大声啦！哎呀，你庆瑶伊人好好，是要用什么方法互起笑啊？放心。只要有迄项物件，庆瑶伊袂好接近。等到庆瑶伊病发的时阵，我自然有法度会愈来愈严重。迄个时阵，伊就活无偌久啊。为什么经过讲到伊，天才会光？大人，出现这种怪事，敢讲真正完整？报名，罗岗新闻去到台湾府的公布，迄朱明外案件是安怎结案的？是朱明外亲生查某囝杨喜杀亲弃庙，朱明外小事，杨喜斩头示众，斩头示众。七岁的囡仔是要安怎来烧死一个大人呢？听讲是暗时啊，在睏的时阵，去用破草油烧死。破草油，这都奇怪了。啊，对啦，朱明华拄仔出事的囝呢，敢是蒙烧死啊？无咧，罗家公文内底并无提起朱明华后生的代志啊。这就更加奇怪。敢讲朱明外已经北京过夜了？原来如此。包庇我，在，你去传一罐糖仔饼，咱来去骗囡仔。骗囡仔？是要做骗囡仔？我讲的上早经，是。苏东时有三界就解救的这个囡仔，带回来新祖经了，叫妈祖娘娘安养在新祖经太祖爷这个乾坤殿。你是啊，困在太祖爷这个红阿神，暗时啊，才给庙内太祖爷
千里眼甲顺风耳轮流来甲照顾。也毋过，不管是翁仔娶囡仔，或者是太子爷娶囡仔，拢是囡仔伫咧娶囡仔。愈摇是愈哭，愈摇太子爷是愈忝。少爷啊，大爷啊，我是祖公啊，拜托们卖个口好不？哎呦，拜托拜托，啊，千里眼啊，你卖叫无事人安尼好不？囡仔你卖甲照骗一个，啊，拜托个啦，拜托个啦。哎呦，拜托个啦，大囡仔吼是比咱出生搁较艰苦，拜托个啦，唔通叫我大囡仔，互我休困一个啦。好啦，你要休困就你休困啦。我予你靠袂倒啦，人讲要来拜托阮顺风耳大哥，顺风耳大哥啊，你着九九六零无九这些妖兽哦，哎呦拜托嘞，甲斗传音好无，甲骗音啦好无，拜托嘞拜托嘞啦，顺风耳大哥啊，我拜托一个好无？大兄弟啊，看有人来啊啦，你倒来坐好。马祖婆在上，新女秀美，拜求马祖婆，我的新妇娶来三年外也无生育，祈求马祖婆赐一个金尊予我。我的新妇昨日替我生子传孙。诶、这个查也袂歹，囡仔若予伊饲吼，一定妥当的。是讲有啥办法了，一旦予伊抱转去饲的，哇！姨奶，唔通哭哦，吼，好心唔通哭哦。太子爷已经替你找一个好人家，予你去好命吼。拜托，乖，唔通哭。你说，我老听啥？你鬼鬼祟祟是要做啥？有在想哪一个囡仔呢？我哪会知啊？哎，头鬼祟祟是不是家己在客厅倒啊？啥人店呢？无啦，人我来时囡仔就伫内底啊咧。啊，我知，你就是偷鸡啊，甲人偷时囝，才家己在客厅倒啊？啥人店吼？哎呦，夭寿哦，碰到第一名，哎，康熙婆这乌白讲啊！啊，你讲我生囝，人我还佫在世女呢，这世人还嘛叫查甫人夹鸡呢？哎呦，好。你讲我生囝，啊生个嘛咧生大巴肚，你捌看我大巴肚无？我唔捌你啊，我哪知你大巴肚？哎呦，你这死老狗啊！你唔捌我，唔捌我嘛要探听。我是东东三太子李罗车咧，是要哪生啦？你来李罗车，啊我不用上帝，去甲这个囡仔抱走，啊无我报官哦。这个囡仔就唔是我，要叫我抱走。啊唔是你也无上个，我哪会知啊？有啊！啊，恁做毋是明明咧求啊？求妈祖赐你一个孙啊！哦，啊，即摆就有这囡仔，啊，明明就是妈祖要赐恁的啊！你赶紧抱转去，哦，你媳妇也免生，啊，你也现成有一个孙通抱，哈，这稳定是真大嘞！哦，会使讲是哦，一减二个木啦，减四个，洗你的头啦洗，哪有时阵来用个提啊呢？你去甲你囡仔带走、哦。
啊，无你好看，无你臭耳人哟，要讲几遍才会通听。我囡仔根本就唔是我的啦，啊，就是你的啦，唔是我的啦，就是你的啦，啊、根本就唔是我的，就是你的啦，唔、啊、是我的啦，就是你的啦，唔是我的。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来跟人大细声，有话好好啊讲。阿夫人啊，阿迄小查某唔得甲上头生一个囡仔，在咱家是谁人来带？阿你哦，我看卖安尼。哎，是最近古锥呢。哦，你就是人安尼无爱去，伊去个人就先拿来，我那个捡回来饲哦。哎呦，夫人啊，那讲这囡仔吼，受够可怜嘞，无爸无母呢。阿你呢，想拄好，你咪爱一个孙，吼、哦，归婆堂饲哦，甲当作孙甲吃一样啊。啊不，我这囡仔真把婆堂来饲，你唔知你同意啊无？我同意，同意咯。我不同意。喂。你票上也无同意啊？杜平，我是因阿客的啊，这位夫人，感谢你的好意，囡仔是我的客囝，你放心，我会好好啊请养伊大汉的。阿娘，阿娘，无我今仔坐好哩，无咱来等。算账。你哪好哩？你客气，乖。你咪笑我豆腐哦！哦，我新租金无欢迎你这款人，你听我说。哎呦，三太子，你若是爱我走是会用的。啊，不过朱明华的囝，杨秀本改将，唔知为何会伫新租金。下官闻闻详细。哼！三太子，下官必有薄礼，请三太子指示。朱明华的囝。为何会伫新租金？哼，哼，我无爱插你啊！卖问我，嘿，我什么都唔知啦。就算讲我知吼，我嘛袂瘾甲你讲。先君不必得意，虽然拜见妈祖，上苍有好生之德，天仙必有成果。朱明华母子三人，虽然命数皆绝，本着念在朱明华决心甘天，特赐朱明华幼子一家子的永寿，又名三太子护灵大日，等待幽元灵延续朱明华的血脉。幽元灵。敢问妈祖娘娘，因阿幽元灵心在何方？缘分远远在天边，红线牵缘到庙前。翠莲仙君，你家就是朱明华母子阴阳两界的幽元灵。是我。无错，你就是幽元灵。本着将囡仔转托于你，并宿命杨绝天。明日助其报报恩，了父仇，再续杨家一族的香火。水莲遵命。
你去，你化验去别位化验啦。有缘何必化，无缘嘛化无。走啊，莫吵，我等来等自己。哎、欸，唔正囡仔你啊！你即马是去吃官庙公吼？你即马家玉皇门口当作啥物啊？阿虎啊，无要紧啦，伊只是一个囡仔而已。囡仔，你一个从啥？是不是在等人？我只在等，唔过不是等人，是在等时机。等时机？是在等什么时机？等买下这间药房的时机。啊？哈哈哈哈哈哈！买药房？哈哈哈哈！戆囡仔，你要买药房？我笑，你讲过了囡仔，你就笑不出来。啊？一连风水靠前场，张药房开百分，就730。唔前你会通看迄本教谱。真的百人收730？安怎？我这支指引仔嘴，真是一讲就对对。对唔对无关系，可能你是药到，也若无，你倒请来。既然你讲我是药，那我搁正经哪日嘞？3月21日，开封50，周日300，金枝开，柚子酒。哼，卖讲药方开偌济，就凭你这句柚子酒，我就知影你药了无准。准准，柚子一包，就来分了。挂回五门。等下，反正这钱你也找袂开，不如我甲你小叔，假使真正像你讲的，我是有时收收300两，那呢，这钱就给你；也那无，这钱袂给你，以后嘛不准在这所在算命。要小叔无？阮头的经理，我喊教。好，我就甲你小叔。用讲的保证，我爱你上药房的诊所，接住门口到做见证。无问题。人伫咧讲臭阿鸡嘛会嫉妒人，赵君山做梦嘛想袂到，一个七个囡仔竟然会当让伊失去所有的江山。到时你就知啦。这个囡仔哪会穿到规身躯安尼挺挺通通，造型阁袂输迄个小济公。敢真正是济公的举动，也是囡仔人点啊乌白转乌白讲。讲起来，这个囡仔嘛有够奇，佫敢那会当断未来，载过去，伊会当算出赵昆山一工赚偌济钱，也会当断出伊一工有几个人来看病。这赵昆山感觉有趣味，决定要甲这个囡仔输赢钱。那个阿娘哪有收命叫？
紧的。今日下晡，有时将近，药王药铺内外，同款是下下沉沉的人伫咧看病买药，也杨绝天的性命单，规工连一个生理拢无。赵昆山啊，是认为家己稳赢，也毋过这个时阵，天明来出现，应验了杨绝天的话。阿爹，阿爹，是你。阿爹，系啊啦，去给我爸讲发作啊。阿娘讲，叫你店收收，紧回去。收店？为什么？阿娘讲。讲什么？阿娘讲哦，阿爹你是药房啦，阿连家己的查某囝都医袂好，阿你店要开啥？限你一刻以内爱收回去，要若无店就关起来。啊？对，还阁早嘞。就算我是有心收，你嘛无得甲对，也得来看我小房的小甲你的话是毋是有效。等继续再讲。小白，照顾是你的人，伊怎无准，我爱伊怎。啊？我要看你算了有准无？进去，甲小算个清楚。嗯。对啊，这是小房今仔给你小，药房今仔开出药方五十，多啊三百呢。啊，这哦，真准哦，三百呢喂，哦，今仔真够准呢。多加一两，好一两。囡仔，这里一领。你是杨的杨哥爷，唔是唔是，下晡是赵哥爷。啊，是啦，啊，我有个代志，我要先走。有时千金只为道，只谈一两破千金。放心啦，赵小姐无代志啦。你什么意思？千金不可老将，所以然你就走。有时千金是味道，只待一鸟破天机。奇怪啊，这个囡仔到底是谁？路尖差半分，日尖赔半分。为着要夺赵家的财产，赵昆山挑工拖动琼瑶的鼻子，身为药王的头家，煞目睭金金看家己查某囝病入膏肓，束手无策。赵美姬的心内是更加万分的赵昆山。免啦，免搁加码啦。已经渐渐年影都袂好，你还阁好意思予人称呼讲你是药王？我，怎来求水？阿母，我叫你，好哩，安尼刚好。叫你叫你，就去啊！你是怎样？去啊！梅兄弟，
即马轻摇伊的病情，上惊的就是惊遐。安尼不但无帮助，还会加重伊的病情。会用的袂用的是我咧决定，唔免你插嘴。阿虎，是老人叫你入来。多谢阿娘，多谢阿娘。唔免，你赶紧去看庆瑶，你爱认真看，用心看，有听无？我知。老杨，一针。等下，你要用地针？唔免，我只要三支七寸的长针，就知救庆瑶。你唔紧开？江喜娜啦，你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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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阿娘，阿娘，你的酒醉的爱，你赶紧走，你赶紧走。天后，你听我讲，我是天佑啊啦。你走，阿娘，你赶紧走。你走，你就赶紧走啦。哎呦，阿娘，你听我讲，赶紧走啦，赶紧走啦。阿娘，点去？我不爱听。你唔当想讲。你救醒庆瑶，我就会原谅答应，让你接近庆瑶。阿娘，你明明知影，干那我有在救庆瑶呢。我知，你免讲，我嘛知。要那不是为着安尼，我丢干那就饲你这只狗。阿娘，你哪会安尼对待我？你唔通袂记，所以我丢到今仔日，完全都是因为你起因呢。我到死都袂当原谅你，你把死出去了。有时才叫死的，只太一鸟破天机，一鸟，一鸟。破你赵庆瑶的天机，我，什么人要来破我的天机？你民间人，我有法度医治庆瑶，玉皇这个名本来就是属于我的。贤祖，贤祖，你别出来！你们这人哪害我？管不管？小姐，世界人讲咱药房要倒店啦，岂有此理！君主动手不动手？我带念你是囡仔，好心给你一只白搭，你怎就算我倒店？天助天助，这是药房天定命中，不是我就惨的。你这江湖嘴何累累？敢讲是天助？你讲我是心时亏，害时收，我无爱照你意思。阿虎，咱归掉。别走！是。快走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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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走啊
也是逐天关门，这一文字的杰作也是在劫难得。你是个囡仔屁皮，也无到三地头有关，今仔一只跟我讲什么大道理？我只是照话讲，你也不好，那会晓打赌？打赌？你用什么跟我打赌？我个车头的我做只证据，如果你用也是超过一文钱，我就把我的名赔你。如果也多少一文钱，我就把我的店一文钱卖你。谁讲马做？急着为情。文山，既然你遐尔铁气，本官就得罪。严帮卑鄙，欺天上帝，四方通敌，你招来魔鬼，我来攻，各家土地，独来独，嗨，嘿。江南西北着风土，来生土地独五路。土地单留一分财，金银锁定天地台。赵昆山啊，赵昆山，就算你是老狐狸，你嘛难得我包铁星的天机妙算。平常时啊，生意真好，有红有破。今日啊，连一个拆药的人客拢无。哎，海时都要过啊，啊，今麦是要安怎啦？什么要安怎？当然是坐咧等呐、啊。等？哎，已经等一天啊呢，到今麦连甲一个人客来拆药都无，你要搁等下哦？我看哦，你若甲有红输哦，十条命你都背袂起哦。哼，管你敢有生意。只要不是一文钱，就算咱赢。不是一文钱。哦，我知啊，我知啊。一文钱。卡苏那不掉昆山，有这一轻摇病，干哪我呢？不如我就趁这个机会借刀杀人，丢掉一点掉价的地位。阿虎啊，准备收掉。哦，是，哎、欸，侯爷，收收，咱今日较早休过。哦，好好好。你傻逼！我偏偏要不要你输。这一分钱，我要让你粉身碎骨，永远无法度翻身。今仔日安怎？你认输啊？哈！主，对，该认输。不过输的人是你，不是我。我输？哼！规工药房含一个人客嘛无，
无开张就无收入。咱小输的是一分钱，药房的智商含一分钱都无，当然是你输啊。无开张，无收入。无唔对，讲有影，当然是真实的。啊，我知你比别人好运，无开张有收入。哼，讲什么笑话？无开张当然就无收入啊。唔仅叫你只狗把智商揢出来就知影。狗？阮内底无饲狗啊。这张对方唔是狗智商。你咧讲啥咧？阿虎，叫你摕，你就去摕，去摕好看，嘛赶紧甲赶走。对，我早看，我早甲伊赶走。老爷，看清楚啊！纸箱内底拢空的哈，一仙都无啦，够用钱啦！恁看清楚，内底拢空的来。你看，拄好来拄好一文钱。哇，这个一文钱呢？阿虎，为什么安尼？纸箱内面闹一文钱？我嘛唔知。我拄明明看，内底是空的，啊，当时加这一文钱，我们拢唔知啊。你袂穿啊啦，这是你的一文钱，去金庙房我就买落来，着老爷多着你的慷慨啊，哪来啊？这不是安尼。小师傅，你听我讲。讲，有啥物好讲？白做乌衣才是只装龙啊讲的人做人情，你。对比遐精神啊好啦！精神真棒！这个高兴啦！你这么是在讲啥？哦，我讲唔对，我讲真机。你家己讲，我刚刚来接药王，不住药材机的。你怎么在讲啥？你这个配他那里啊？什么叫做有听到无？你真正唔知天地有偌悬哦！我跟你讲，三更后这间药房到底谁的也唔知咧啦！哼！多谢，三更后今仔日救命官开张，欢迎大家。有一摆出卖无见，我无这种爹，我无这种长大爹。大天哪！哪里？为什么我有这种阿爹？为什么我出一个这种男阿爹？我无爱报恩情，你敢？天哪、啊！人的背面名字，那是天注定的。你心歹，你阿爹跟你大姐的缘分出世，这都是你的命。大人，我不爱这张命，我们。老天吗？老天吗？
然甲我药王输掉，我是输一个七岁囡仔，你这是什么给我气死？不是输，是好用邪术骗去啦。免讲，阿娘，你若莫生气，阿爹，什么代志你就干阿娘，好好参详嘛吼。伊根本都唔听我讲啊！无啥物通讲啦，总讲一句：你去输人是你的代志，药方是我丢家的，叫我摕刺客出来，免讲，莫讲是刺客，就是讲一线五人，我也无可能摕出来替你行交涉。我讲过，我唔是我，是方骗去。古人啊，我知影是我的唔对，也毋过错就错啊。念在咱夫妻的份上，算我拜托你，搁我一寡钱，我去把迄个狗囡仔契约续回来。嗯，免讲。夫人，算我给你借好唔好？嗯。阿娘，阿家己还有三十几年啊，我讲了我嘛考虑，你就甲斗三工嘛，你就借伊，想从咱药房上倒转来，咱搁讲啊。借伊，你唔着看伊有才调行无？赵昆山，你有几娘重？我比你较清楚嘞。三十年来，你吃我用我，你即马凭什么资格？你要用刀子手甲我提钱？好，既然你话讲到这么绝情，我嘛甲话讲清楚。姚红是伫罗阿岗乡亲面前输去的，你会当袂见小唔承认，我袂当。既然你讲姚红是你的，我只是个外人，好。你就自己处理，自己解决。嗯，好啊。药方是我丢家的，我丢家的人自己处理。从今以后，你跟我丢家缠无到水无流，你即时甲我离开，死出去。好，我马上搬出去。以后我若是去踏入这个门，我就死无葬身之地。真正一分钱都由我交出，只要无你赵昆山，赵家的一切拢是我的。阿娘，我来找阿爹。咩？阿娘，当你跟阿爹咧急去，伊做伊出去呀？哎呦，我的代志嘛有人处理啊！天牛，去对阿爹等啊！哦，唔准你去对。赵家的代志，赵家的人家己处理。从今以后，我袂阁相信任何一个外姓的人，包括你。一文钱是安怎逼死赵家一家三口？什么是一两命？一两命当计得了？罗阿岗的囡仔生是安怎要向赵美姬讨赵家一两命？一文钱，一两命，是要安怎逼杨天明讲出真相？各位视听、观看、听的好朋友，唔知啊，这一集的台湾剧啊，你有介意无？阿祖个人是非常的喜欢。节目嘅最后，爱感谢这一集的赞助单位。首先要感谢的是林进春服务处，咱所有在助理人员，也要感谢林进春委员，也甲伊的夫人陈秀清。那讲到咱这个林夫人哦，真正是面由心生吼。普通时啊，人伊有拢咧做善事，所以伊来办咱。这个妈祖吼，因为讲是非常的慈祥，出神入化，阿祖真正阿乐叮当啦吼。啊，相当要感谢，还阁有咱这一集啊，咱的乐港新祖宫所有的跩委员，也要感谢咱的主任委员是黄文秋，咱的顾问是蔡重兴吼，还阁有咱乐港的乡亲吼，一直来甲阿祖纠正说，乐港新祖宫阿。主顶礼拜讲新祖宫，这礼拜一定爱讲新祖宫。也唔讲吼，这个宫甲宫，伫个闽南语的讲法吼，有两种讲法，即有破音字啦吼。看你用伫个倒位，比如讲咱讲皇帝的太太吼，那正宫啊西宫，我们就讲正宫西宫，无人讲正宫西宫啦吼。也唔过你爱讲啊，做新祖宫，咱对这集开始就来讲六港新祖宫啦吼。
还佫有一个观众吼，伊特别敲咱的服务专线来，甲阿祖纠正说，鹿港是有三间妈祖庙啦吼，除了这个啊鹿港吼，咱的正港的迄、那个。新祖宫以外，还有鹿港天后宫，还有一间阿祖阁想嘛是唔知影咧。所以你若想要让你的庙出名，你爱用一点仔心吼，甲伊宣传，吼大家知影。各位师长，跟我的好朋友，今阿祖水无？应该是美美的啦。今天换了个造型师哦，这是咱台北小林发廊吼，咱的这个五号也是怡珍小姐为我的打扮。不知道好不好看呢？感谢我们怡珍小姐用心的打扮哦。是电话跟我特别好朋友，可是你老故事也是有小故事，来，这是我们台湾吉安的服务专线，电话是2546-6760，你用写批嘛用的，咱就寄来台北邮政81669号信箱，唔通袂记得哦。下一集的台湾吉安，就好看，阿祖等你哦，下个礼拜再见。